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和大家一起学练太极拳、太极剑以及强身健体的立心五太极。今天和大家所学的内容呢是陈氏五十六式太极拳。今天是学十二小节，十二小节也包含四个动作啊，从这个翻身二起之后往后接的，往后接哪儿呢？接这个双阵脚啊，然后是蹬脚。之后呢是玉女穿梭，然后接顺兰肘，啊，这么四个动作。我先给这几个动作呢，先连贯的呢，先给大家先做上一遍啊。看，二起开始，翻身二起完了之后回来之后啊啊，托起来之后按下来之后做啊双阵脚，往起一托啊，双阵脚啊。这块啊，我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呢，给大家呢，详细的说说啊，详细说说。说这个起完了二啊，我再说这个二起，二起完了之后，它是二起完了之后起来了之后，拍完脚往后一撤，这块是往前拖啊，拖起来之后再按下来。啊，这是二起接双阵脚的接续部分啊，接续部分。啊啊，这二起完了撤回来，看到没有？哎，托起来，按下来，然后再托起来，再按下来，这是双阵脚啊，再托起来哈，托起来，我托的时候就一起往前起啊，一起往前起啊，托，按。啊，托，按，啊，托，按，这是双阵脚啊，这是双阵脚。这个双阵脚呢，啪啪要两下啊，啪啪要两下啊，不是一下啊，不是，就不咔就直接就这样的，就这样落下来了，不是啊，不是这样的啊，我再给这接续这块再给大家再接续一下子啊，看哈，从这个。二起开始，这个二起呢是上步，哎，在这儿完了，撤步回来之后吧，是托起来，完了之后再按下来，看着没有？然后再托起来，再按下来，看着，再按下来，然后呢，这块呢做了这么一个哈，我朝这边做啊，开始做蹬脚的时候呢，做了是这不按下来了吗？按下来之后啊，这块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动，这么手的动作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吧？啊，这个手呢，落回来了之后，看见了吧？哎，原来这手心这不是都朝下吗？开始往回一落，这手心要都朝上，这个膝也要提起来了，看了吧？做蹬脚的时候呢，看做蹬脚的时候，这两个手是一个是往前穿啊，一个是往前穿，一个是往上穿，啊，是这么一个动作哈。看了吧？啊，一个是往前穿，一个是往上穿，是这么个动作，啊。看，这块托起来，按下来啊，然后这个蹬完脚了之后，然后接这个玉女穿梭啊，玉女穿梭啊，蹬脚，这脚收回来之后，这手的出手出脚之后，啊，这是玉女穿梭啊，玉女穿梭呢，这是一个倒叉步。啊，倒叉步这个手呢，就在你这个头的斜上方捧啊捧，这个手呢，在你身后，看是这么一个动作，看了吧？哎，要回头看啊，这是玉女穿梭，玉女穿梭呢接顺兰肘，看玉女穿梭接顺兰肘，转过来，看了吧？我慢点做啊，转过来了之后，你看啊，提膝啊，提着膝了之后，这两手要合。看了吧，啊，我朝这边做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呢，朝这边做，啊，朝这边做，看了吧？哎，转，
提膝，擦脚，合手，看了吧？这两个手合回来了吧？是不是啊？这两手合回来之后，往这边一转，变成拳，看了吧？啊，变成拳，一合手，在这儿合，往这一转，这变成拳之后做顺拦肘，哈哈，啊，做这个顺拦肘的时候呢，是发力动作啊，要发力啊啊，哈哈，发力，发力的之后呢，同时呢，头往右看，最后再做一遍啊，做一遍这块，这个你穿梭。一缕穿梭接的啊，看，这手在这儿棚子啊，这手在这儿转，还转过来了吧？看提膝合手，看着吧？带过来，哈、啊、哈，带过来握拳，看，哎，顺拦肘啊，顺拦肘，这肘啊，不能太往后去啊，不能往后去，就是你在这儿之后，哈哈，哎，看什么？哎，这就行了，头要往这边看。啊，头要往这边看。下面呢，给这几个动作呢，我在反方向的呢，再给大家呢再做上一遍啊。从这个二起，二起是开始往后接的，这个是这么一个二起，看了吧？然后往后接，这块是就是这个接续是托起来之后再按下来啊，再托起来，再按下来，看了吧？之后这块啊，这两个手啊，要这么出啊，这么出，这么回，看了吧？啊，然后做蹬脚，啊，做蹬脚，蹬脚了之后呢，这个手呢是穿，这个手是往前穿，这个手是上穿，蹬脚啊，之后这个手啊，这个手落了步之后再往前穿啊，这个手再打出去，这是这么一个接续啊，我给大家重新做一遍啊。看了吧？好，这小节呢就学到这里，下一小节呢咱们再见。